ために。ために表示目的。其实ために还有一个功能，表示原因。不过 N4 通常不会测验。在这个范围，你看到ために，记住表示目的。既然表示目的，中文常翻译为什么？为了。ために的特色就是前面的动作会是一个抑制动作，而且前面的动作跟后面的动作会是同一个人。换句话说，句子一定会构成我为了什么而这么做，连接上前面用动词词书型。我们先看前两个例句。旅行に行くためにお金を貯めます。我为了旅行而存钱。漢字を勉強するために辞書を買いました。我为了学汉字而买了字典。第三个例句要小心一点。家族のために一生懸命働きます。这边我们没有看到前面有动作，可是家族のために，我们来翻译为了，是不是也可以？我为了家人拼命工作。为什么家族这个名词也可以加の接ために？它不是动词，不是抑制动词。这是因为ために其实它本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表示利益。这利益并不是不好的，而是家族のために指的就是为了家人好。这个用法跟中文表达类似，我想各位也不会有问题了。